常开的，所以我这里的主题呢就作为笑口常开，喜乐年华。所以你当你看到屋主的时候是吗？他呢就是春风满面迎接客人来到访他的家，所以他的天花板呢，我就帮他弄一个笑脸，就好像今年是兔年嘛，所以我就是一个构图呢，就是玉兔的嘴巴在迎笑他，就是笑口常开的意思。说他，你注意看那个构图是不是前面呢，就好像一个兔牙那种的感觉。然后当他那个笑起来呢，他还有那个左右的两粒灯笼呢，代表他的酒窝。庭院的花盆里插满了桃花，俗话说无花不结果，花本身就有着吉祥如意的意思，是新年主要的装饰品。屋主是一名生意人，而他选用桃花就代表吸引好的人员上门以及财源滚滚来的意思。这番春景搭配院子里的潺潺流水声，人间最美的时节也不过如此。我们两年的话应该是两年多了，有两年的那个新年的话呢都是在那个疫情期间，那当然的话呢，每个人的话家里的人的话也不能够到我们家来拜访嘛，所以也没有做什么东西来布置。其实我每一年都有布置的啦，就是那两年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那现在都比较放松了，应该的话呢就是要放开的心情，然后用一个新的面貌的话去迎接这个新年哦。其实啊，基本上它每一个部分我都很喜欢的，但尤其是我这一个的庭园，我是很喜欢的，因为设计师的话呢，他有的话呢就是给了一种的那个构思，然后怎么样去设计，然后我自己的话也穿添多一点东西下去了，所以的话很喜欢这个的角落。如果是客人来我们的家看到我们这个布置，他们肯定是很开心的嘛，一定是看到这样一定会打卡，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都喜欢打卡的，所以我觉得的话呢应该是他们来了看到这个布置心情也比较好，对不对？然后的话也会的话笑哈哈的，我觉得的话是很好啦。隔壁家的布置则全然不同，正门望去，屋檐下插满了粉色桃花，不禁让人想起唐代周朴的诗词：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就连路过的人都要看上好几眼。这次这个家的主题是花开富贵富满堂，鸟语花香迎春来，也就是说我把他的门前是不是插了很多那个桃花，就是说好像去到日本啊那种外国的风景可以把它带回来我们马来西亚，所以我把它的灯笼又吊到多多的那种，好像一个桃园在家里面的 OK。 然后花开的越多是不是鸟自然就会来了，所以它里面呢也是我放了几只鸟来装饰。过去两年我国笼罩在新冠大流行的阴霾里，无法好好庆祝农历新年，难得今年疫情已经稳定，屋主廖丽莲说自己也想布置一番，重新感受新春的气息。如果有布置更好，就又觉得自己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会appreciate 咯，很好看，每个人经过也要看一看，这样我也觉得很好啊。我喜欢外面那些花，今年就好像 sakura 这样哈，很好，很美。我让他自己怎么样要做都可以，很多环保的东西，这些全部也是环保的，用过的啊，用过没有坏，我们收着，全部他用回的。他就叫我们记得你们喜欢你们拍照，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做，明年不用每年叫他也可以的。因为呢，每一次到新年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人做，所以我是鼓励每一家，我第一次做是不是我叫他看着我做，我教你怎样去布置这一些地方，过后是不是你收起来或者拍起来做一个参考，明年是不是你们就自己做，因为我做不了帮你们这样多，所以我就是每次布置的时候，我是最好就是屋主一起来参与，所以他们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过后晚年是不是我就可以帮很多新的顾客，每一家户户都有学到东西。
只要善用巧思，即使是重复使用的物品，也能创造出不同的花样。不但提倡环保，也经济实惠，不用花大价钱来装点家居。那我们刚送走了2022年，那在2022年里面的话呢，我们都面对很多一些挑战呢、烦恼啦、不愉快的事情嘛，对吗？当然这些东西我这些的经过都是我们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的话成长，来面对接下来的新的一年的一个挑战。希望的话，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的话呢，大家的话呢都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个兔年里面的话呢，旺旺旺。农历新年是每。